各位学员大家好，接着呢要为大家示范的一个造型呢，是属于呢比较这种随性，然后呢比较洒脱而且不易变形的一个造型。那当然了，在吹风的过程当中呢哈，要注意的就是说我预计将在水平线以下呢哈角度呢尽量降低，水平线以上的角度尽量提高，吹出弧度，然后待会呢再用造型产品呢来抓出您所要的一个感觉。那么当然了，他在这个模特本身呢，他本身在自己自行整理的时候是相当好整理的，也就是说他不用借着水呢来做辅助，他只要用手去抓啊，抓出呢可能呢他会有一些翘的部分，感觉会比较 Q 的感觉哈，比较活泼一点。我想呢很多呢客人呢不太喜欢喷水，那么呢我们上一次呢也有做出呢发雕式的造型，那是不离水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做出呢离开水的一个这个维持啊，所以呢它本身呢这个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呢当然是很好整理的。当然了，这个客人呢要改变造型呢必须再做一个很正确的沟通，沟通到最后呢让他来认同你的做法的时候呢，您呢才不会呢在整个完成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售后的一个纠纷。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基本观念呢是要做很正面的一个沟通，这才是最重要的哈。好，那接着呢为大家呢示范呢这个吹风。好，但是它目前呢模特本身呢是中长发，那我现在示范的话呢也是做分区的一个动作。那一般来讲呢，你也可以踩不分区，然后直接呢在分区在你脑海里记住，以及分线也可以。但是呢因为呢我希望让这个每一个学员呢能够很清楚的了解到老师每一个吹风的过程，所以呢我今天呢在做造型的时候呢会做分区的。好，接着呢为大家呢做一个分区的动作哈。首先呢先将呢这个冠顶区的部分，现在这模特的这分呢这个左侧分线，那么我就从由左侧分线这个地方呢好，右侧这个地方呢采用了优质的一个分区，好，很简便的一个分区哈。好，那在侧中线的地方呢我们将它采用呢这个这个整个呢前区以后区的一个区分开来，接着呢我们在水平线的地方呢好，也是划分出来，好，将水平线上方的头发呢发束呢哈固定上来，好，整个呢我们在做这个分区的时候呢，上面的区域大，下摆的区域呢哈也是相当的一个厚，所以呢你在吹的时候呢可以呢再细分呢它的一个发区，好，这个呢这个随性的哈。我常常都会跟学生谈到呢，吹风呢基本上他没有说一定要从哪边开始吹，有时候像这种发型我们会选择由下往上吹的原因是因为呢下摆的部分呢是属于比较发长比较短的一个原因哈。但是呢当你呢技术纯熟的时候呢，不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吹，我随性呢从前区开始，或者是从上后头区的上面开始吹，或者下面开始吹，这都不重要的，好，就是你能够做出来就好了。但是当你在学的过程里边呢，为了要扎根呢，就是为了要扎根的话，要扎实你的技巧的话呢，我想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程序的。好，首先呢请模特的头部呢稍微前倾哈。好，那么在吹风的时候呢尽量呢采用呢由右呢吹至左侧呢会比较理想一点哈。好，我们呢从右侧呢开始取发片，好，当你取发片的时候呢要注意的是按紧发根，好，这个头发这个发片的按紧在这个梳子上哈。